世纪大战后，所有的活动与演出都大获好评。除了萧青晚宴上的演出，本乐队在同年6月23日万众第40届常年运动会上，由室外指挥谢文杰同学带领的花式操表演，获得制服团体操步比赛冠军。与此同时，本乐队也陆陆续续受到各方的邀请演出。2011年7月23日，本乐队获得双溪巴黎国民中学的邀请，于该校活动 Harry Rocket On 担任表演嘉宾。2011年9月21日，乐队受邀为马来西亚塑胶厂商工会23周年庆担任表演嘉宾。微笑正光。在2011年圣诞前夕，本乐队更受邀到云顶主题公园做5天4夜的演出。此次的演出开拓了全体队员的视野，丰富了全体队员的经验，同时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万里望中学军乐队。2012年4月29日，本乐队在本校所举办的一个大马文化之夜晚宴中，演奏了几首耳熟能详、悦耳动听的乐曲。同年9月7日的 Sitrawana Para Amanjaya 霹雳文化节晚间游行，是本乐队在2008年后再度参与的大型游行活动。此次的活动让队员们添增了不少的经验。寂寞。
想几分钟，没关系，只是人潮汹涌，怎么想有人牵手，没关系，偶尔的迷途中，地图学会用，没关系，困难自己想通，怎么不小心靠在你的怀中。 I want love， 只要我自认知的， I will fight， 幸福是要争取的，团结一致，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从1983年至今，本乐队始终如一，秉持着这股顽强的精神，从谷底往上爬。如今怀抱爱与希望，症状待发，迎接辉煌的30周年。在此乐队也许下宏愿，在未知的更多的30周年，持续的用音符传达乐队不懈的精神。